他谁啊？因为我找不到你，对不对？昨天那个女的喝了好多酒回来，走，跟我去房间。去你房间？还在阿公的房间里头有说有笑的。他抢我的老公就是妨碍家庭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他。李温昂是谁啊？就是郑晴天呢。每周六晚间九点，爱在同花纷飞时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